知识和获得，你要哪一种？真的吗？讲的跟真的一样，你真的吗？如果告诉你只有施舍没有获得的时候，你要吗？要。为什么？你讲个理由给我听啊？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施舍？高兴。安心，受梦游，梦游啊。其实啊，你如果这个，就好像你经常在运动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运动完有没有觉得身心舒畅？有，对不对？全身快活，为什么呢？有些东西把它散发掉了，哦，接收了更多新的东西，所以更加的生命力更加的强壮，对不对？这个世间上啊，很多时候就是长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说你是祝福他，那祝福完呢？对不对？祝福完后面就没，就是好像那个枪炮啊，它子弹要一直有啊。这才会有后续嘛，子弹不能断了，那子弹不能断，靠谁？靠自己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营造，不断的营造，哦。那你了解了以后，施比受有福，大家都这么说，那去做做实验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巧的是，往往就在你施的同时，受就已经开始运作了。那你说是碰巧吗？不是，这是定理，这是定理。好，那你说那有些人呢，就身上只有1000块、啊，说什么造桥就捐了1000，结果连饭都没得吃，那这怎么说呢？这就是如是说，怎么说呢？你原来的洞有多大，是不是？然后在这个施比受有福的福里面，跟你原先的洞相比，到底是哪个大？答案就出来了。所以不是说你做就一定，那没有，那怎么解读呢？好，那这里面你搞清楚的时候，你真的有一次沾到甜头了，你就知道这个说法绝对是真实不虚，你就会更加有信心，更加想去做一个施予的人，而不是一直索取的人。那真的是你摸到窍门了，你就好，在各方面你都不会太多跟人家斤斤计较，对，因为你平常都在施了，你怎么还会想要跟人家计较呢？都已经施出去有那么多东西了，我还去计较那一个小芝麻有没有拿到，就不容易那么样子斤斤计较，不容易那么斤斤计较，你的心呢就不会揪在那里，是不是？我就在那里呢，坦然舒服。哎，结果这个全身运作一对啊，路径一对，好能量全进来了，又是一条好汉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你说会蹦会跳啊，他真的后面没有理由吗？他就有理由，对不对？你说他精彩，他凭什么精彩？一定有理由，他不可能没有理由会精彩。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事情，他一定有因就有果，他不可能没有因没有果，不可能，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。